Coco 李玟在台北小巨蛋举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举行在即，最近她就日夜练习，为演唱会做足准备。这天她就去到工作室排舞，看到 Coco 跳得这么熟练，全是因为她每天花至少5到6个小时练习才有这样的成果。我们现在每天呢都在排很多很多的舞蹈，那非常非常的顺利。然后其实这个演唱会很多很精彩的部分，很多很多的高潮，一段一段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舞蹈来说呢，有很多这个 hip hop、jazz、funk， 然后一些现代舞，所以很多不同的一些类型的舞蹈都会在这个演唱会呈现。虽然 Coco 要忙着为歌唱彩排，但是他的工作依然如常。这天他就为新歌《美梦》拍摄 MV， 为了配合歌曲的内容， Coco 更化身成为洋娃娃一样，扮得惟妙惟肖。我自己从小最爱最爱最最最就是芭比娃娃，我最爱就是芭比娃娃。所以呢，其实我看到很多一些小女生呢，我看到他们在玩芭比娃娃的时候，就想到我自己小时候那种童真啊，那种单纯啊。今天这个呢，这个造型真的是 Barbie 它其中一个造型。然后呢，那如果譬如说那个布根本外面没有卖这个布怎么办，我们是用手去画上去，画到每一寸每一小个都是一模一样。不要以为 Coco 一身这么可爱的打扮就以为这首歌跟可爱有关，其实背后有个很有意义的讯息。其实我们想传达的讯息就是大家都需要拥有这个美梦，然后就是很 positive energy， 就是正面的对待我们的未来，充满了想象，充满了希望。